As soon as I saw it.好，那大家刚才大家其实刚刚我紧张了一下。那大家好，我是小说。那1月29日计划完业计划非常成功，那相信大家应该都蛮清楚。那也感谢整个团队的努力啊，包括玉人啊，还有雨婷啊，还有子栋、Stella、四姐还有 Mark 等等等。其实，在那个11月2号的时候，我有那种我已经蛮确定说那个计划大概完业版计划已经到一个程度，而且大家可以。那个组织上去之后，我们在11月2号的时候就进行了一个秘密的 iOS 计划。那这个计划我大概简单介绍一下。这计划目前还在推动当中。那它里面大概有几个基本上功能。那第一个功能是比较简单的那个1298每日计划简介。那其实下面有。我们个人委专案其实遍地开花的，所以其实在台北啊、台中、高雄都有不同的有趣。那这边其实我是想跟大家讲一下，其实我们个人委的调性就跟他的名字一样，非常的文青。我们曾经有考虑要不要把那个耸动的调性放上去，但是后来想一想，其实。图片比标题还要耸动，然后我们试着把开头第一句话放进了整个页面，所以我们希望使用者从那个搅卷文字的过程中体会葛朗伟的精神。然后再来是，这一页我不确定会不会成功。那因为其实葛朗伟整个网页装最精华部分就是地图，那这部分是前人就是前辈们的努力。那其实我打算要不要把那个东西放进来，其实但目前我遇到蛮多 bug 的，所以我也不知道到时候会不会有解掉。然后在第四页是那个补给据点，那葛朗伟其实有很多的合作的据点。那如果你没有时间在 YouTube 把我的那个 Facebook 放上去的话，其实，在 Apple 上面有提供一些据点，可以告诉大家那个离自己最坐标最近的格兰伟据点的连锁说回收据点在哪里。然后，其实很多人在问啊，哥129当天叫志工们要做什么，所以其实很多人不敢报名志工。那我简单的介绍一下。129上线就是带着自己，然后就是一些流水书，然后在投胎票所外50公尺左右的巷子口，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我们葛朗伟之狗，他只要跟他招招手，他就给你一份小礼物，就是流水书。那流水书只要你可以考虑30秒，然后考虑要不要签，如果签下去的话，你就可以把这个葛朗伟行动跟流水书行动给接受掉。对。所以我们 APP 在主打就是当天要怎么样帮助志工，让他整个心智负荷可以降低。那一般的话，志工不会带笔电出去，也不会带电脑出去，所以他可能带手机。那里面可能会提供一些他的那些讯息，像说他可以在上面查询地图，然后从脸书上面可以淘他资料，然后再去那个资料库中把相对的资料给捞出来，然后告诉志工说那一天我们可能要
那天他负责区域什么，还有一些新鲜的通知，对。然后最后，其实我不太能够保证这个计划是能够成功，因为我本身是 iOS 新手中新手。那 iOS 审那个上架的时候，大概是7天到14天，所以其实这个计划是有灵感的。那最后还是。就是其实不要再相信课本上民主了，民主真正导师就是实际行动，只有实际行动才能证明民主真的存在。好，那11月19号日我们不见不散，我们不发不散，谢谢。